不得不说，这边长沙的物价比广州还低，可能受到了。那个包子也便宜一点，那个粥我觉得在广州一天6-7块一碗，这边的话5块，虽然它量也不大。什么？39块多？不过这是孩子的包吧，大个的69块。那下次去看我的泳衣。哎，去哪儿了？我在网上看的时候，有一个49块多的泳衣，就很普通的保守款。